完节目过来嘛，然后你们是一个月没有见了，好，一个月第一次见就要跟，等一下，就是还没有培养到默契和感情就要结束。我上一次跟那个春娇也，对，我跟春娇也是都还没有培养默契就要打架，对啊，还没有培养感情就要去新疆。有没有跟哥哥说好了？跟哥哥会不会讨厌我？不会。我终于趁机可以亲一下小鲜肉。我要去一个可以证明的地方。好，出去。好。OK。下去。下去。先走了。我和我的四个男人，台式东森联合献映。大家好，我是吕芬，记得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支持我和我的四个男人哦。